之前呢，有一个阿姨拜托我帮她找一个一楼主卧的新房，因为上了年纪腿脚不方便，不想爬楼梯。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样板间呢，就是我给她推荐的在华人区唯一一个一楼主卧的新房。那房子的具体信息呢，我会贴在视频的最后。